OK。大家好，这是客户的冷水机房，按照我方与客户确定的施工图，这个冷水机组应该横着摆放，这个泵组应该放在冷水机的后面，空出的空间应该放配电柜。由于客户做错了组件，如果按图施工的话，客户需要拆除冷水机的基础，同时拆除这面墙。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以后，立刻向公司设计部反馈，公司设计部连夜讨论，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。新的解决方案就是将配电柜移到隔壁房间，同时将原来放泵组的这个水泵移到现在这个位置。新的方案既不需要拆除冷水机的基础，同时也不需要拆除这面墙。新的解决方案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和感谢，作为客户创造价值是我们每个艾文人的宗旨和使命。我们希望和客户互利共赢，共创辉煌。